那这样会把你的表现更加好。非常感谢那个吴老师。哎，这样啊，我们这儿还有一个评委啊，那个莫那个艾迪娜，你好。刚才呢，我们那个钢琴的我们的吴老师对你进行了一个非常专业的评估，相信对你钢琴的这个以后的这个提高可能会有很多的帮助。因为呢，我们也是评委呢之间都有沟通的。因为呢，也是刚才你说呢，是对你这个最后一分钟进来是吧？而且呢 ，Patty 小姐呢，对，就是对你的情况呢，也有了一个介绍。本来呢，你应该是维吾尔族嘛，肯定是能歌善舞。我想弹不一定是你的强项，但是因为呢，最近呢，你有一个确实有一个不幸的非常亲近的人呢离开你了，所以呢，我们也能够理解你的心情。所以对你今天晚上这个才艺表演呢，我们这个评委组呢也有一个。我们也有一个理解，是吧？希望你继续努力，今天的表现非常好，谢谢，非常感谢。